開。希望大家過嚟簽個名啊，支持咧誒愛國者事黨，同埋咧完善香港特區嘅選舉制度啊！一起去追，同舟人世上。正本清源，令到我哋爱国爱港嘅团队咧更加有信心，更加可以有动力去坚定信念，服务国家，服务香港。如果你唔爱嘅话，其实你点解要参与佢嘅管治呢？点解你唔去第二啲地方，你爱嘅地方去参与佢嘅管治呢？立法会咧系一直以嚟都系经常系拉布啦、流会啦，区议会又系嘅，好多都带住佢自己嘅政治立场，浪费喺呢啲政治啊、口号啊、宣传啊咁样咯。爱国者治港必须要喺个岗位上边尽忠职守，同其他嘅同事充分咁样协调合作。然後支持係乜嘢？政府係要依法施政，呢幾樣嘢要做。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生。